不公。来来来，请龙猫本人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哇哦，那请问去你家都不能喧哗呀？是可以啦，没有到就是这么的夸张的小声啊。对嘛，你讲话也是叽叽喳喳的。我自己本身讲话还是很吵的，是因为现场很多。哎、对，我们今天有搭母女装哦。他现在是很紧张，是不是？现在是有点小紧张，因为他没有看过这么多人。他已经几岁了？他现在两岁。你把他放下来，他会乱跑吗？还是他现在只敢在你身上？他现在应该在我身上，他会比较安全感。在这边哈，养了几年了？两年，你看他就会跑光。真的啊，他好紧张。他有分离焦虑。他们大概可以活大概10到20年。哇，然后最10到20年，对对对，超久了，好像很大，跟狗一样。对，差不多。然后好像最高的记录有活到30。哇塞，对。就是如果你照顾得好的话，那他要怎么照顾啊？他们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随便草都可以，没有啦，是提摩西草，就是兔子在吃的这种草，是吗？对，那小时候这不是日本料理在搓麻吉的，是吗？是这个吗？一根竹签吗？对啊，然后他们其实最主要照顾的重点就是温度，这个家是我自己亲手把它组装出来，哇塞，而且还附冷气哦，有空调，而且还有健身房，对，所以顶楼开。开始是他的房间，但是因为他们是啮齿类的，所以他们会一直想要咀嚼。你看那个房间的那个咬，已经被他咬烂了，已经咬一个洞了。这样旁边会有一些木头的那个，也是让他啃，就是磨牙齿，让他去咬。为什么要这么高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需要有弹跳的空间。那不是跟猫很像？对，他们就是喜欢跳这样子。楼下这边他有一个小房间，那个算是冷气出风口直接对到的位置，可以让他散热。因为他们其实毛皮非常非常的厚，他们一个毛细孔里面大概有70到80根毛。哇，羡慕。所以他们很怕热，不会秃头。然后再不会秃头，对，他不会秃头。然后需要洗澡吗？他需要洗澡啊，等一下他会有洗澡秀给大家看。哇，很可爱。你们看他的毛超软的，它的毛比那个貂皮的那个毛还要软，对啊，而且他们之前差一点就是绝种，就是因为这个毛，他们的毛是可以做成衣服皮草。其实，在某百货里面有他们的那个毛做的被子，一件大概300多万。对，哇，他们的毛非常非常的珍贵，所以就是之前很多大量捕杀。那他们算好照顾的动物？我觉得他们算其实简单，但是就是需要细心，因为他们其实智商很高，他们智商大概180，5到6岁的小朋友智商而已啦。5到6岁小朋友，对不对？那跟黄金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对，他们很聪明的。对，那他是会有灵性的？我觉得他有灵性哎，因为。他，你像刚刚他会这样黏我，然后就是刚刚一来的时候他很紧张嘛，然后工作人员抱他都会一直想要黏在我身上，然后再来就是我前阵子去美国3个礼拜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请我朋友帮我喂他，结果后来我也会用监视器看他，然后跟他对话，他听到我在叫他的时候，他都会很慌，在找在哪里这样。然后结果后来到后面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用监视器叫他的时候，他都已经不理我，因为他知道那个只是声音，没有看到我的。结果我回来之后啊，我发现他咬毛，他就是焦虑，忧郁到他咬自己的毛，这边现在毛已经开始慢慢长出来了。然后我一回来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开始窝在我这边，这样一直跟我塞奶，这样我就知道哦，他是真的很爱你。他会什么才艺？听说他表演才艺。对，他会才艺，但是他要回到他家，他会先 high five， 然后会转圈圈，然后他还有一个我不确定他现在有没有办法做，因为现在人有点多，他会举牌子。对，他会做一个台女啊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毛有多长，这么长。所以它几个月需要剃一次毛吗？没有，它其实就是用这个梳子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就是跟猫跟狗一样，有没有需要把那个杂毛、浮毛给它梳掉啊？所以它的毛不会再长了，对不对？不会再长，不会长长。然后它特别喜欢捞，就是捞不求人，不求人，不求人。对呀，好可爱。对，他现在有点紧张，没办法那个，没办法放松。对，他没办法放松，可是他。对啊，他眼睛眯起来，有点眯起来啊。等下我们可以回他家，他应该会比较安心一点。然后他最喜欢吃的是益生菌，特别益生菌哇，益生菌这么健康，因为他们肠胃其实不好，所以要吃益生菌帮助他们那个消化。然后还有这个跑轮啊，就是其实他们的这个空间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如果这个跑轮太小的话，会影响到他们的脊椎发展，所以建议这个跑轮至少要35到40公分宽。来，拜拜。好哇，哎呦，来，
先来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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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拜！哇，有啦有啦，来，有有有，有拍到了哈。嗯嗯，哇，好可爱哦！转圈圈，对，而且他们吃东西，他们都会用手拿，我觉得超可爱的，很像兔子。拿，我觉得他现在这样就蛮像皮卡丘的。嗯嗯，皮卡丘，但它是龙猫哎。对，它是龙猫。最爱吃的苹果干，好吧？那你要帮我们举牌哦。怎么举牌？好笑。举牌，来，自己拿，自己拿，自己拿着。那么小，我拿着。对。哇！女排攻读生，那我们来表演洗澡好了。哦，好喜欢啊，好爱哦。所以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是火山灰，天然的火山灰。所以他们洗澡是用灰哦？对，因为它不能用碰水，它会滚来滚去，对，很奇怪呢。然后我就开始帮它刮一刮，它就很舒服，这样。好可爱哦，变灰鼠。所以通常它洗完之后，我会再用这个再把它刷，就把它那个表皮的一些灰尘啊，也太可爱，好疗愈啊！它其实很喜欢在里面玩，但是不能让它在里面玩太久。为什么？对，怎么说？因为在里面玩太久，它会在里面尿尿，就太嗨，然后就放松了。出来啦，就给大家看来干嘛？平常我们要怎么注意它身体健康啊？每天都要观察它的那个便便的那个大小。你要注意的是它的气温，它们的气温差不多在17到25度之间是最好的。然后也不能太潮湿，所以你就要去评估说你有没有办法给它这个环境，然后还有陪伴它们。再来就是还有耐心，就建议新手的话，养龙猫会建议先养公的，因为公的会比较黏人。